秘书长，以及咱议会同仁，咱赖市长，咱的秘书长，以及各局级，局处长，大家午安，大家好。因为我的质询是较建设性啦，吼，我袂谩骂，我袂骂人，我是用建设性。因为恭喜咱赖市长吼。你即位全国的民调吼，我那会使讲名列前茅哦，恭喜啦！你的认真，甲你的坚持，终于我份要记功名啊吼！我大家甲你恭喜。因为讲实在，阮老母所讲过，人要拼命底，唔通拼好买啦吼。命底若好坐啊，手寸啊，就有通食；若好买，一日中间。啊，一食三顿，一只马啊，较热熬壮，就一日我食三顿了。所以呢，我嘛认命，我会认真啊做吼。因为我出世伫北门，讲实在，先天的条件营养不良，输人足多吼。嘛感谢市长，这五当我来，要甲我偏乱呢。但是你我那足认真做，我认真争取，认真做，地水方案你嘛做了。配合咱李局长即卖李秘书长吼，配合了，甲咱做了真好。但是原来是拄啊好尔，原来还阁亏欠的足多。尤其阮的选区吼，先天的条件输人足多。你若市区，拢毋免烦恼啦。尤其海墘啊吼，讲实在，都实在都，那透风落雨，拢阮咧受灾害啦。尤其阮遐有三溪两大排吼，一条北江溪，一条将军溪，一条吉水溪，一条田寮大排甲头江啊大排，所以呐，平做风头水头，就是阮了咧困苦的时阵啊。但是将军溪有较好命，是啊，将军吼，将军区伊都干那将军溪尔，客家甲北门，就是经过这三条溪。尤其客家各只后影大败吼，但是这几冬来在咱县长甲市长认真争取已经客家遐即摆也较袂遐厉害啊。尤其北门讲实在个吼真需要改善的也阁足多吼。我大只因为减分的方法以前较早拢用以前，近现在拢溃堤。白水、中白、大白，快递也满世界。我拢有翕相出来。我这次我一定拜托市长，那对这种的应该爱做。咱水利局吼各级官员我都认真咧。咱的批局长也是咱台南县出身的，伊嘛了解咱这三乡镇的命运咯吼。所以我甲拜托因为水利牵涉人。生命财产的关系吼，所以我拜托咱彭局长吼，你今仔都往那坐哩，咱台南市配合水利局的局长吼，咱在咱前水利局长李局长的领导之下咧，一定奠定真好的基础，所以我希望继续加油吼，我来多加鼓点吼，因为我有得到这农委会吼的资料给我吼。农委会在咱这个做主任委员吼，曹启宏吼，伊这个计划，伊咧对咧减分地带，诶，这个计划吼，我感觉讲，当时太阳能发电，咱台南市是第一名。这几冬来，咱分林家己，人因对中央争取专案太阳能发电的专区啊吼，所以今现在咱变落了第三名。我以前家己以为我嘛拢有咧讲，因为我嘛拢资料提来互咱政法局局长吼，之前去水讲吼，正现在即个做主委会所讲出来，针对袂紧做一个，甲污染，甲盐化，甲地层下陷的农地，会使落做即个太阳能发电。人讲台北、云林、嘉义因的地质佫较好。一分地拢两三百万，咱北门一分地五十万都无人要买。
所以人讲死到大了都袂烂，咸分嘛，咸分有盐，死到大了一定袂我人生生盐嘛袂烂。对我讲希望这应该咱爱适当的利用。迄日我往带着我建设小组吼，啊，我建设小组啊有去看过，政府局甲这农业局拢有去看过吼，所以啊。了解讲，阮遐属于讲，北门客家将军就是名文，就是迄个，尤其将军甲北门，伊是阿偏的湿地，阿偏的淹水地区，所以后公有财产叫我土地，实在是真艰难，真好。那你若有公有财产叫我土地过，要建设阮北门唯一的一间棚式厂，我落尾庄家。啊，潘局长，因为因要种，讲一淹水地区，因未使先做伊，未使先做伊，啊，佮后农田咧排水吸水沟，啊，叫落火沟啊，所以公有财产佫袂当做。但是因咧就讲坦白啦，讲一淹水地区因就无先做的管理，但是会当用回馈金，使用的回馈金咯，啊，你因要清建国山嘛袂清钱。尾啊，我甲拜托李伟啊，落尾伊叫国有财产局，甲叫这农田水利会来以后负责讲啊，有共识会使许啊。所以我感觉讲真困难的，就是百家百手。所以阮地方愈来人潮外流，少年的无要转来，存老的尔，所以实在有够艰苦。我拜托这回农友的注意，有种政策，我希望讲。咱农业局拜托啊，你唔通白家白手，会种出一个麦，麦麦啊，皇上伊要带遐，这下卡瓦片盐田遐，做些盐的电视中心，你嘛拢有啥物条件，有啥物安尼来白家白手，我看啊，迄唔通安尼做，最主要地方的发展较重要，地方若无发展，若无人潮，嘛袂当讲哈带遐发展啥物，所以我拜托。啊，这点吼，啊，市调较听啊，较互你头啊答复出来吼。啊，尤其啊，咱这个、这个许吼，这个我拜托地方哥吼，因为阮遐65年以前空照图伊翕到的，吼、哦，遐合法的用实用地，65年以后啊，无翕到的，就比较。违法，所以我感觉讲，因为迄阵政府有鼓励人共同拢希望共同经营吼，因为你袂种就是咸分佮淡袂累积，啊，我那是拢最主要靠长啊酸啊，啊，你淡袂那种嘛袂种就种个烂去啊，所以我希望讲咸分嘛无多啊。所以迄阵政府鼓励人拢希望共同经营，哦，中央就是安尼啊。啊，既然开垦啦，开垦了政府啦，从67年开垦到今，不是地方国寄来要发单，寄来发单叫人就已经啊恢复观众。我问你，土拢车水要对恢复，这个土遐开嘛，袂使去乌白王啊。所以我感觉讲这种地方国，你一定爱了解百姓的困难。这是政府的政策，你朝令夕改，安尼就唔好。啊，百姓实在讲，永远你若一个政策，伊就带摇摆，就带足艰苦。所以我感觉这个定心书提出最话，你要甲发个定心书，我也规大堆规大沓。哎，我那建筑拢10多万呢，因为我那面积较大嘛，那横拢6万啊，所以我那拢10多万，要发10多万是10多万。即会惊人咧，啊！百姓要去对政府咧派探车，啊！百姓你要安怎去哦？哦，我希望地方哥吼，啊，这点恁爱许一个慢点啦，开发单要共款啦，吼、哦！最应该这是政府的政策，叫人同意要共同经营，人家去开垦稳来咧。啊，因为因无参加农地重划，但是在这重划区的在内。连境内个为做特种个农业区，啊，你看安尼有惨无？所以啊，农民永远是凄惨的一个分子。我希望讲，咱
啊，即个对即农地用农用农木用地哦，啊，我拜托农业局长，你甲我答复一下，哦，啊，甲地质科看你甲我答复一下，即恁到底拢认定讲个特种个农业区，安尼有合理无？局长，啊，多谢啊，迄、那个校议员对迄个农地使用个即个关心啦，吼，啊，事实上即个都啊，因为六十五年。啊，这个啊，以前吼，区域计划法啊推动以前，那卡数讲吼是啊，这个啊，算讲有气温啊，啊，伊当然这个是会使申请吼啊，做养殖登记啦。啊，你来六十五年以后诶，因为啊，特定农业区、特定诶农业区吼，伊都无允准讲去喂这个气温啊，所以衍生啊。等于讲吼，衍生这个问题出来了吼，啊，当然这是啊、涉及到这区域计划法吼、哦、相关法律诶，迄个用农地的管理的规定啦吼、哦，啊，伫这边家，好啦，嘿，小姐吼，即恁讲安尼是政府的政策，但是恁政府的政策落尾，恁鼓励人讲农渔牧共同经营，啊，你鼓励咧，讲坦白咧，半肥红高心。啊！人家在开发区，阮阿袂政策是啦，很多要荒废啊，兼督导啊，爱荒废安尼来。恁即摆因老要去办申请，吼、哦，拢用市区啊，办袂准啊。伊咧六十七年开发的，啊，着恁鼓励了应该开发的，啊，办袂准啊。过来办，过来改恁来会勘落地政局吼。啊！官员去会勘，过来介拢有叫我去参加，因为地主会惊，阮主会惊，拢嘛着叫我去遐甲斗官官许一下。但是，拢叫伊解说解说，你是袂安尼解说，哦。所以我希望讲，即种市场啊，即种应该爱有变通的办法，好就地合法。你啊想阮遐，大家嘛拢是做阮啦，减分嘛，你无当政策啊。你变了政策，所以咱爱体谅，因为当时恁发出这個政策，农渔牧共同经营，所以应该会来开垦、开垦这垦啦。啊，你搁在这农地，恁出那个中卫区，中卫了比较特种的农业区，你看安尼，因是要安怎去许？哦，啊，像这位韩海，无合法的垦，咱袂当补偿。哦，啊！你着有合法的会当补偿，无合法的含一届，你着袂当伊领。啊！你敢有公平？所以当时恁共讲农业要共同经营，人较会去经营来做阮啦，啊，无得做事都袂做事啦。所以我感觉讲，阮北门较食力，尤其北门完全是一个依然水地区，湿地，佮刷了个咸丰地带。啊！咧水拢是咸咸的，所以我希望讲，这种那应该那无阻碍哦。那像迄皇上伊咧在遐要开发，那嘛是为着田的发展啦、啊，啊为着盐的许啊，啊嘛无讲危害的鸟啊啥物的。所以我希望讲，应该咱爱放宽啦，哦，别个咧甲讲挡鸡蛋里挑骨头，何人在遐咧？含苦工所讲含这啊，搁在遐咧？挑难者挑难西，阁无应该啦！我拜托农业局长，手洗牙管，我知影你做认真，但是市长是中央你啦吼，但是你原来爱看地形来设市长来做吼，拜托市长你。感谢姚议员吼，你头拄仔讲的这两项吼，我拢会全力来争取啦吼。第一就是讲绿能，因为咱北门真济气温啊嘛吼，真济这个空地。啊，即因为拄小英做总统，伊一个重大政策就是要去推动绿能。啊，太阳能嘛是已经注重台南市的太阳能。啊，而且即咱会提一个专案来和中央吼、哦、来争取。啊，第二你讲的迄确实一个问题啦吼，因为伊即个土地都无法度通种作啥物块，所以甲开辟做气温啊，啊叫开辟做气温啊时，伊的地脉无下，所以闹天然灾变的时阵，政府无补助嘛。即掺啥物块啦？掺即个玉井。南西南华左镇因一带，伊迄个土卡吼，土地若种土山啊有补助啦，啊种改良山啊，比如讲即个
啊，爱文芒果都无补助，啊，这拢是过去的旧规定，啊，咱嘛反映足久啊，啊，我即下嘛希望讲新政府了后，我去行政院的时阵，我会反映，会争取，啊，来彻底解决海边啊、甲山边渔民也好，农民也好，受天然灾害的时阵哦，会当得到补助，哦，简单甲奥议员报告。谢谢，因为我感觉讲，咱的蔡总统伊有亲民爱民的这精神啦。啊，我希望讲，咱的赖市长，你这爱家接到清楚，替咱会使讲对这百姓受苦的百姓来讲寡话啦，吼、哦，谢谢。啊，即卖来吼、哦，我来这个建设的这个部分吼、哦，啊，因为吼、哦，啊，我这个迄、那个这野狗的代志吼，动保处吼、哦，动保处长。到来，我甲伊通知呢，无甲伊通知啦，无甲伊通知呢，因为我感觉讲这野狗吼，阮北尾啊是离嘉义带一条北江溪，啊嘉义的人掠狗啊来等你北尾啊，北尾人问讲啊你甲狗啊掠来阮遮，啊阮遮的。阮家己有咧扑杀，恁台南县较人住无咧扑杀，啊，阮来遮放心安尼哦。所以我感觉讲，咱的野狗愈来愈多，因为当时动保的团体吼，黄淑玉迄当时愈来是先找我，我迄阵嘛拢甲恁农业局建议甲迄吼，甲斗清楚经费甲迄个，结果尾啊，伊是咱找间文静遐吼，文静遐较热心啦，我即个对这许吼。但是我感觉讲，我嘛去伊嘛有咧结扎，我一对狗啊嘛拢互结扎，结扎等于我是拢关伊天南仔来。但是这狗啊，虽然讲是敢若即几只尔尔咧，拄仔阮咧助理走翕，才剩咧三只尔，剩咧迄边无做一伙也歹翕啦。所以我感觉规大堆，你甲严严的了，虽然伊未生育，吼、哦，未去交配，未生育，但是。狗啊，我来结冻成群，你敢知影？我遐拢老人咧，去远哩做事，做到有当时啊，热热加寒歇了，叫狗啊吞食落棒咧。狗啊是卖枵啊，伊都无人食，伊枵，伊规阵就冲我去啊，一只冲出来嘛，拢会冲我去啊，倒来扭扭甲食了了啊。所以我希望讲，应该看会当找着适当诶，即个迄个咪。咱讲嘛，动保动物保护，不讲袂使扑杀，嘛袂使哦。但是咱嘛看要甲围咧，也使人放我团四煞。你敢知影？正系人个农作物，人个农作物栽栽已经出出来，像个满栽到遐侪老人九十几岁栽满，去互狗仔吞了了。所以哦，我感觉讲即种有危害地方，毋是左翼地方啊。我希望讲看要安怎设法。我这狗啊，唔能够严严的结扎了后，佮放去外口啊，佮流。啊，你也强调，你看你的计划安怎？啊，迄、那个关于这个野狗的这个问题哈，啊，随常讲起来，咱现主席吼公家的这个容作量吼，啊，也是受到限制啦。啊，当然我嘛希望讲透过认养吼，认养的方式哦，佮这个狗啊吼，会当移转吼这个。相关的包括啊，是这个养殖业者，也是讲农迄个畜产的哦，这饲养户，也是讲农家哦来到饲啦吼、哦。啊，当然，即若有这個问题的时吼，啊，阮啊，迄个只通知吼，阮动保处只哦来做一个较好的这个规划哦，看是该围起来吼，卖、哦、去讲。啊，这个制作吼，去顺啦。你得用这个狗篮去咧下啦吼，狗啊比人较巧啦。对，已经。老咧下一只后边，伊拢唔敢去啊啦。所以你那狗篮啊藏去啊，我你下一届袂当下双届啦。对。所以我望恁做头壳疼的代志。是。哦，恁有心要做，但是嘛无法当做啦。所以我希望加油啦。好。哦，大家注意一下吼。好，谢谢。啊，来位啊，咱来水利局吼。啊，局副局长吼，关于这几啊条，你遐济，我见我几啊条，而且水利现在水利局的工作较侪啦，因为水利局啊，这个桥、永隆桥已经
哈、啊，就因为现在外海的水平面比内陆较悬，那七十五中涨潮的时阵，就规个拢到桥墩啦，所以桥墩的梯啊就烂去，烂去到尾也是现在是列为危桥啊吼，像鹅寮小巷，鹅寮就是个烂去，佮烂了，烂了了后，我佮拜托叶一丁对中央争取八千三万进的时间中。所以啊，每年五月就完成。这种，咱现在桥拢爱拖宽七十一公尺外，无你永远无法度适应现在的环境，因为海平面的水平内陆较悬啦。所以啊，你黏伊你蛮难伊啊。所以我希望讲啊，这点吼，啊，这个白局长吼，啊，另外一点吼，啊，这个来，这个迄个第二。啊，这个六十米线遐吼，啊，下方迄个土地已经损害啊吼，啊，迄日我有甲讲，啊，咱水利局，啊，咱的科长甲这个，啊，这个迄、那个，迄、那个尊豪啊，我拢叫豪哥吼，伊有哪有讲要做啊吼，所以这若放落落到一影响规个拢水啦，吼，要放迄个气遐大气啊吼，啊来这个南君新哦，南君新迄、那个。哦，这个你哦，你那个昆明的后边呀，因为黄兴道路，遐我加了，本来黄兴道路是这个昆明内底，落尾做昆明我刷起里遐哩，啊，现在几啊届啊都有加有后一回勘，回勘了后，结果是讲河川局参干务局遮许吼，我希望讲这到底是吼。哦迄、那个爱甲个沟通好势，啊，管后公司吼，后河川局，啊，迄个河川局，我咱有来会勘，我希望咱有关单位吼，爱积极赶紧，啊，无有几天我念伊到吼，啊，我希望这解决百姓啊行事的艰难咯。啊，第五条吼，啊。这条迄、那个第四条，我因为这个迄、那个吼，这个梯次，哦，这间梯次，因为因这前因老爸就四五十当前，啊，就甲稳住单租房，啊，单租房是借地来起的，啊，起的吼，伊真的是。伊个面积是即块尔，啊，迄日讲坦白，啊，伊讲管理所迄个廖小姐吼，啊，咧提供遐搭咱老陪同单位去咧勘查，讲什么遐两百几下袂，遮都无十平咧，到对生两百几下袂，带咧皮皮撮，我唔免撮，你讲好，你安尼哎呦，当时咱买沙糕。迄鱼塘，迄塘啊，你坑忙啊，塘啊！啊，我拜托市长，市长嘛，甲你讲个，迄个根本吼塘啊，迄行人，人许讲什么压力啦，无要行人。啊，若像这吼，我感觉讲一个一国的廖小姐，感觉伊权有够大，市长讲个话嘛，无要听。我希望讲像这地，这起四五十栋啊，啊，当时哈、啊，咱而且。咱市长、咱县长、苏安的县长，讲要去农业渔业署争取拍袂着，八门鱼港鱼也拍袂着。落尾佮叫我啊参咱区议会吴科长，去到高雄找吴陈志宏先生啊，啊找着因囝，讲咱县长要佮征收，要佮迄、那个，落尾征收了，伊这整四五十栋就来起伫遮，啊，伫遐生活。啊！伊即摆含隔壁人别人起两位个较落尾去个，伊在大兴起个。啊！伊即摆去风台台落了后，伊带迄个石物件，含迄个条仔头拢也搁低嘞。所以我希望讲，来当体有百姓，唔通个跋步啊！无啊！伊即从早就起伫遐啦。我希望讲啊，咱渔港所个所长吼，就所长应该伊嘛有去现场看到，哦，伊嘛去现场看到。所以我希望讲，
应该人爱有体有之心吼，体谅百姓的面貌，了解百姓的面貌，唔通讲啊一拳在手大家哈、啊、无法无天啦，迄安尼唔好。啊，你啊生活，你是要安怎去啊？要叫去做去遮呢？哦，啊，伊你啊嘛，甲地主招，地主嘛招伊去的。哦，啊，四五十担啊，啊，烂伊，伊无去征收，免啊生活。所以我希望讲，啊，咱有关单位啊，应该吼、哦，爱有一个许啦，哦，唔通讲啊，一个官大家啊，就安尼无许，无伊无事啊。来，这个鱼啊，吼，这鱼啊是感觉讲旱害啦，因为沙白啦，灯啊大条，迄灯啊大条，那死黏咪浮起来，黏咪浮起来，渔民就赶紧，唔抓砍伊卖，砍伊要加减卖十五块罐头工厂有你收，就加减砍伊卖，也未许个，也个你戆，也你戆命，但是尾啊，迄为了了啊浮。浮到到尾啊，鱼啊，都会砍一个砍一撇啊。剩的吼，较浮起来，即卖数量就较少。所以我希望讲，应该吼，即种吼，爱早许会当体谅讲民节甲许落许啦。啊，即话拢你也补偿了啊吼。啊，我都我希望讲以后要调查的时阵，咱农业到要调查的时阵哦。我那爱看迄个啦，一定砍起个价，干嘛补个？啊，无鱼也无放个几尾啊，尔啦。啊，来即摆建设的吼，水利局吼，水利局即个将军西河大排啊，过咧吼，迄路啊拢起落啊，啊，这拢起落啊吼。啊，迄日我那有去会勘过吼，会勘过即摆都我那有啊，要报灾收啦吼。这以后吼，我着也立定。你看过疫遮严重，拢规个起落，拢起个路嘛，拢起落啊！哦，我拜托啊，咱局长吼，你对这点较关心者。啊，这个三甲中排吼、哦，三甲中排这个将贵大遐吼，啊，这也拢放落，因为阮遐吼咸丰地带啦，啊，咸丰地带较早拢用鱼礁。啊！伊就阿门陀久了，拢风化去。你看含红都崩了，含红都崩了啦。所以啊，迄日咱水利局这段临时用200万吼、哦，去啊补修抢修。啊，这个加北加遐用100万去抢修，我嘛感谢咱啊水利局的这个长官吼、哦、啊，大家我那今年啊精神啦吼、哦。所以我希望讲。应该啊，像这安尼呢，爱重新向中央争取吼，争取用灾害的迄、那个无这吼、個，愈来愈少啦，啊，远啊，愈放啊，愈落吼。来这个加北加的中排吼，最高一年伊拢爱绕对这北部，啊，北部呀，即话北部话北部积水。所以北部要积水呢，未消。我前届北部水灾的时阵，我就是嘛个从北部去涨水，嘛个从伊北部边北角去涨水，嘛个从遐涨遐，甲涨到下家遐、花庄桥遐，参副市长去会勘，会勘到连续四五日吼，我去哦啊，河过去，我带遐遐老爷管。迄个副市长，感谢副市长临时送我去基尾病院吼，所以啊，我感觉讲迄阵也甲八八九，因为连续四五日为着水灾的代志，撞遐，所以希望因的建议吼，啊，离这个将军肋骨塔爱起一个定型的抽水站吼，安尼靠我都解决北加、甲北部、甲将军啊，这个。啊，涨水的代志，哦，我希望讲啊，咱啊，水利局者应该爱落设法吼，会当或者唔免多受苦。你若水灾就拢大家拢无目睭吼。啊，这个第九个吼、哦，这个叫盐江的宿舍西平了，迄、那个水泥已经烂去啊吼，拢有看到铁条，啊，到尾也搁缩个。
足危险的，哦，兼迄、那个兼兼员的迄、那个吼，哦、宿舍遐，啊，防迄、那个兼防桥，我希望讲政府应该咱爱偏有算，啊，袂啊宿舍宿舍了吼，哎、哦，海顺的拢即摆迄个特别将军遐海顺的拢伫遐有设啊，即、這个站里啊吼。哦所以啊，迄日我嘛去啊争取最银顶啊，我希望讲啊，这应该用速来做危险的吼，迄桥条拢烂去啊啦，哦，拜托咱啊，市府咱水利局者吼，完咱来加征收一下吼，加争取快当拓宽，到遐速的快当拓宽的呗，啊无话唔知影出外来拢会弄了吼。哦啊、来三杰。三峡这个中牌吼，中牌这个做到这个迄啦，三峡的中牌都做到遮尔啦，啊尾啊我无做，我希望讲下当甲做好头，哦啊无安尼嘛无效果啊，哦，因为你遮有头啊有做，后壁无做，最尾人在对嘴，哦，我希望水利局对这改善问题吼，爱甲来甲处理一下吼。因为哦，我这个去年哦，去年干部叫迄个抛除了吼，抛除了去年一单，因为我遐的温啊，较早是县政府的损失拢破单啊加，以前是拢白酒啊，管阿遐的白酒啊，管阿了白酒啊，禁菜了，老尾拢破单啊加，单啊加属于讲未堪积啊，大台的啊，载鱼啊车，后水后鱼啊。啊，搁刷了，但嘛，加搁惊水惊土，所以我希望讲，改这个渔民讲，即卖爱用抛除了，但嘛加晒，所以因大家拢会接受，哦，用但嘛加晒，但是疫情，哦，两冬前拢有，去年一冬断了了，拢无半台，干务局啊，迄日咱数据调去，我那有甲讲甲报告过，哦，因为但嘛，迄但嘛加水讲，我遐的路吼。哎，土路拢稳啊，稳啊高，稳啊咧高较严重啊，所以啊，鱼车重，后水后鱼啊重，所以你用这个抛除了吼，来互因吞，安尼点了较定啊。啊，你啊用大马加空粘伊海，所以啊，我希望讲，咱出这抛除了吼，局长，较听安尼较甲大木子了吼。哎，因为农业局去年有骗50万。要做运搬的工资哦，车资，结果50万拢无用到啦。我有哪有问咱农业局哦？50万偏要予你用，恁无担啊加人出担啊加菜，所以50万拢无用到。哦，我希望讲对这点呢，啊，应该吼、哦，啊，来较要嘞，拜托一下吼、哦，啊，木局长吼、哦，唔是甲恁讨破担啊加啦，讨讲啊，讨个泡资料尔吼。哦哎，应该是轻而易举啦，吼。啊，迄个，这鱼啊灾害的这吼，灾害这较迄啦。啊，我是讲，因为吼，灾害的鱼啊，你着像龙鳞迄个鳞蛋，哦，鳞蛋甲这鱼啊，这拢鱼肠啊较细条。像阮后壁有一个阿门港哩，阮后厝后遐放，你敢知影安尼了几千万呢？伊个拢无许无浮啊，伊个都肠啊细条较袂浮啊，一个落坑了，较知拢较知拢死啊。所以吼，遐了几千万呢。所以我感觉讲，应该咱爱实地了解看伊放啥个，哦，啊去哦吼，啊无个，等你讲知啊，顺便报拢报袂赴啊啦。在捕伊都唔知影个鱼啊死，当作伊个鱼啊拢一滴个，啊唔知影拢死人插土，啊龙胆遐啊拢安尼啊，啊我希望这吼、哦、应该爱分类啦，吼、哦、高级鱼遐唔比讲许啦，啊另外一点吼、哦，我是讲感觉咱这个阮个这条吼、哦，迄、那个鱼源向农业局争取吼、哦，
我听讲农业局的文花文，阮清楚拢有阮的名，花文拢无用阮的名，阮也毋知影讲有落来无落来。啊，像这安尼，阮也了了看，啊，渔民都天日三四条，落尾阮主任甲去公所查，讲有做好啊。啊，你像应该若做争取的人，啥物人，你应该爱花文互阮。啊，你煞讲袂使花文。啊，局长啊，你敢有这种限制，袂使予花文落去议员，有这种限制无？请你回复者。应当是无啦。啊，我即摆就讲。啊，无，恁请教恁，恁讲话安尼啊，公所讲讲不无需要教恁回教阮花文啦。我这应当是吼，迄、那个政工公所这边遮吼，你做吼，啊做好啊，应当是甲咱议员报告者。啊，拢无含讲嘛无啊，含文福员嘛无啊，应该恁要做，恁批落来啊，恁批落来文一定爱付文福员呐。这阮遮来改善，好无？有啦，应该付文福员，无管咱戆戆等咱西湖万过咧，到底争取单啊，到底有啊无？毋知啊，甲即几日啦，阮主任是讲，人讲迄日我去敬酒。哎，温州你搞会多些，我哎，较早都唔是听话，我哎，因大哥是两个囝拢放河流啦，啊，放河流一个是讲确定咱专区另外一个议员，啊，一个是因大哥是谈话袂歹，搞讲阮两条，一条河你做，啊，一条去做，啊，结果伊即卖吼。伊也，阮也做好啊，伊也无做，咱唔知啊。啊，唔知就伊大哥讲拜托你搞迄个讲，明年开药啦，因为今年都有做掉安尼。所以即几日去敬酒搞会多些，较知影咱去公所查，较知影讲做好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恁无文福员，无迄福员，阮完全唔知影。阮就咱咧在处处的等啊，戆戆啊等啊。所以啊，我感觉讲若像这吼。应该恁爱花盆哦，阮争取的，你爱花盆哦，争取的人，安尼唔较知影，较有无较知影对中啊？哦，较知影对中，啊你全部好阮，我嘛唔知影对中到底有无嘛唔知啊？哦，所以我希望拜托局长，这点应该恁来改善啦。哦，拜托你好，请坐。管理吼。这个一件，这个迄个吼，迄个侯春明吼，伊这是啊，国有财产局租土地啦吼，租五十九栋啦，已经租五十九栋，因老爸侯海栋啊，租五十九栋了后，现在国有财产局。啊，有公司给因啦，下加地区军事经济啊，伊公告经济部伊个公告严重诶，地震下陷地区哦，啊，应该啊，因所做诶地土地哦，拢无同意伊国伊个财政局诶办法哦，撤销争取啦，啊，五十九栋嘛有私教，嘛有持有管路诶私教诶，嘛有收案底诶私教诶，嘛拢有啊。啊是啊，那租五十九栋，啊，你讲依然水地区，哎、啊，阮那两本依然水，阮那两本有水啊，啊，你是要安怎限制讲迄个啊？啊，伊最后用是这招，啊，有管长做管长的迄个啊，这拢有公文的啊。啊，像这哦，市长啊，这唔知要安怎处理吼、哦？拜托你来答复一下吼、哦，这百姓实在是讲有苦难言啦。哦，谢谢。哦，迄、那个多谢欧议员吼，即阮再来改进。吼、哦，迄、那个欧议员要求即个代志，我来检讨。我来检讨，再改进了呢。咱局开发了呢，迄较早百姓大家打土打迄个安尼了后。无啊，多六租金，较早伊国有财产局甲拢变因的土地，啊，即摆甲因承租了后，啊，承租前五十九岁，因老爸住啊，阮海东哥啊，住食到九十几岁，啊，即摆继承给因后生啊，承受人啊，
啊，你即阵咧临时临了，就讲要干收话，我感觉讲，这毋是干那伊个尔，客家地区，就比较讲拢规个拢爱收话啊。因为就我了解啦吼，那种讲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啊，承租的人过身去，伊个囡仔是会当继续承租咧。嗯。哦，伊会当继续承租。会啊，囡仔毋是会少啊。所以伊那种讲，哎，伊要转让啦。对，我讲啊，伊那种讲国有财产局要甲收回去吼，即、我来了解，好不好？这个案件我来了解，到底是啥物原因？吼、啊，我再请财政处、财政局吼、我的财税局张局长来帮忙。好啦，拜托啦。替别些做代志，感觉资格应得啦。哦，像我啊，拢戆戆啊做，戆戆啊哟，拢甲阮种的好嘢人摕当去火车站的三乡镇。哦，阮好破病，真正迄基金会拢互我，拢互我咧甲处理吼、哦。今年可能个一个种地老人吼、哦，今年可能爱600多万啦。所以我感觉讲，伊一当爱做，伊嘛足心安理得。旧年看到1500几个哩安尼啊，伊嘛看了足好，甲我讲。就讲啊，你得看迄、那个，过来看，等什么部分拢好啊，啊无种地老人啦、啊，吼、哦，我感觉是安尼，也是一个指导的一个工课，啊，咱会当替伊做，嘛是真欢喜啊，吼、哦，我因为我感觉讲人留一个名啦，伫社会留一个怀念，议员主要是争取第一建设，甲为百姓服务，哦，议员主要是安尼啦，因为议员无行政权，无财政权嘛。无人事权嘛，啊，主要跑腿，吼、哦，啊，我希望讲，嘿，这因为啊，啊，这当时定讲啊，归管两地，真足侪人嘛是来咧陈述啊，甲骗了30-40栋，你也无要用，也无要共征收，你敢知影人规个拢都还袂当说的，要卖也袂卖钱，要借钱也袂借钱，吼、哦，我希望讲市长啊，这归管两地。会当较紧来改变嘞呗，或者百姓较好许嘞吼，啊、哦，这是我的期望啊！你看市长这安怎哩哦？是，是因为甲欧议员说明者吼，因为咱机关用地爱改变吼、哦，这是监察院的要求，因为全国这个问题拢普遍存在啊，所以呢，内政部吼啊，伫个这个李部长吼。哦李鸿源李部长的时阵，就变国家的重要政策。啊，咱即摆都发局已经有将台南市公共设施保留地，也是讲机关用地等等，若无要用的，爱检讨改变。啊，但是改变的时阵吼，爱甲大家报告哦，吼，因为公园一般来讲拢无人改变，因为内政部拢唔同意，所以台南市政府先用即个学校用地，啊，加市场用地。哦，啊，你即摆讲的那机关用地，我咪当检讨。啊！但是你改变了后，若做主体区、甲做商业区，咱地主拢爱回馈，吼、哦，迄、那个不同比例的土地给市政府，因为这是法律规定，吼、哦，比方有可能35%、40%、45%，甚至50%，爱回馈给台南市政府，啊，因为这是国家的规定，我简单甲你说明。啊、谢谢啦，因为我感觉讲这啦吼，你看学高中的用地啦，啊，这含。含这个都无通囡仔人读册啦，要到高中的用地，学校嘛有骗着高中的用地啊。有即摆多发局吼，拢、哦、有咧检讨，无后遗完是毋是你甲你所关心的这个学校用地，甲多发局提供个多发局，好、哦，我叫因去检讨安尼。啊，甲迄、那个地，迄、那个高龙村的哦，迄后国有财产，各土地后私人土地，拢甲围落在停车场。哦，啊！你刚才迄搞电视机也无会讲咧。我家己做报告啦吼，咱即回客家同盟检讨内底吼，你所关心的即个机关用地，也是即个高中用地吼，啊，佮部分的停车场用地，我拢有入去做伙检讨。啊，要改变吼，学校用地、机关用地吼，我即上会改变。啊，停车场用地，我会合并即个改变吼，该做伙定位，也是做伙来回馈，我会做伙计算落。哎，安尼做伙来解决这个整体性的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问题啦。啊，无客家，我感觉客家吼，敢那停车场用地偏那7、6、7位啊，几位？总共有7位。哟，偏7位啊！啊，7位偏啊，客家是偌济人？你偏啊，做停车场是咧做咩？所以有诶是看这个市场用地合作伙的吼，我即回拢有做伙处理啦，拢、已经做伙来处理。哟，来处理咧，人安尼无是讲吼。下到第四件，变成实在有苦难言啦。哦，啊，咱会当
你政府都给你画啊久啊，你都无才调人用，都爱行啦嘛。啊，画啊久啊，你一甲画了，人也袂照钱，也袂买钱，也袂要钱，安尼，哦，安尼随讲吼，都无应该安尼做。所以我大家吼，拜托啦，啊。那借这个机会吼，我澄清两个观念。为地主吼，伊误会啦，吼，因为讲改变就是伊的土地会当得提登去100%的土地，但无法度，因为你参加重划嘛，也是土地变更，国家有国家的法定，你一定爱回馈适当的比例给政府，吼，这点咱的地主人爱了解。那第二呢，就为议会吼，我想议员绝对无可能讲唔知啊，但故意呢，甲台南市吼应内政部要求去推动这个。整体改变的这个政策，当作是弊案，真那是弊案的。哦，他后期完另外就是讲爱改变嘛。啊，改变的时阵，唔是拢地主的呢。伊咱若准讲，我甲你征收都可能，因为你征收就是讲用市价甲你征收嘛。好，啊，你100%土地你摕回去，但市政府无钱啊，无钱的时候只有用这个政策，国家定落来法律这个政策来使用，所以这无可能是弊案。但是过去一年，因为选举期间嘛，台南市政府我本人也好，都发局也好，拢互讲是这个弊案。啊，你要透过政治手段叫媒体来批评来抹黑。啊，加在是咱市民吼，大家目睭看真金，对小英的选举无影响嘛。哦，所以我伫只借用这个机会吼，甲咱市民阁做一个说明。这个政策上的安尼，但是咱若讲。应该爱偌济，我那个白色该洗好好洗吼，伊嘛愿意啊，可能伊嘛愿意啊，会当替大家看下看下了用啊。所以哦，咱会使甲该洗，说明我会使甲伊吼，你得爱偌济回馈，咱完了叫政府的啊，这个限这个伊要限定啦。所以我看伊我那会接受啦。所以大家啊，感谢啊，咱大会主席吼，甲秘书长吼，感谢议会同仁，感谢市长。啊，咱必须叫国球星啊！诶，这个啊，主管吼啊，大家感谢，谢谢。欧议员最后吼，我啊，甲你说多谢一下吼，就是讲我若真敬佩你吼，你伫地方医院基层的服务吼，差不多是24点钟的啦吼，上山落海呀，透风落雨，你拢出门哦啊，甚至呢，甲孙仔的钱吼，摕来做善事啦吼。这真罕你看到所以我对你是非常敬佩啊！我那感谢你对市政的支持。啊，拄啊，你一开始的一席话，我那真感动吼，就是讲你的质询拢是建设性的哦，你拢袂咧骂人，袂去刻意去骂人吼、哦。我感觉这点是真好啦。啊，其实你不只是啊建设性的这个质询，你嘛袂讲你个人，你去答应选民。啊！你后来议会质询的时候，不爱给我回答，啊，让市民感觉误会，讲啊是我有答应，我有答应，我就会做。但我无答应的时阵，未当伫议会讲我有答应。你从来袂安尼，啊，你嘛袂讲吼去用错误的消息。比如讲，你咧坚持理想的，议长选举爱投啥物人，你就投啥物人。你袂讲啊，你走票，啊，互开除，啊，后边要选举危险。啊！你要故意用错误的消息，予市民；啊！你要去动员抗争，跟市政府无关系，但是也带来市政府抗争，你也袂安尼啦。哦，所以我对你是非常钦佩哈、哦。啊！你头拄仔关心的流浪狗的问题、狗粮的问题，跟迄、那个、甲迄个抛除了这個问题，我会请相关的局处哦啊，甲你配合。啊，尤其是流浪狗的问题吼、哦，我嘛请家己管政府哦，爱家己处理。袂使甲流浪狗送来台南市政府啊！哦，我想安尼是足无道理的，哇，足无道理的吼！哦，我想安尼唔好啦吼！啊，我想这点有来利用这机会，甲嘉义县政府稍合作者吼，简单甲欧议员说多些吼，落来。谢谢，感谢侯成才议员的今天市政总咨询，也非常感谢啊赖市长。以及所率领市府我们的李秘书长以及各局处啊的首长及主管啊，也更感谢我们新闻媒体啊今天哈的采访啊，以及我们本会同仁啊的辛苦哈，还有我们的陈秘书长哈啊，今天的
议程到此结束。